西甲豪门巴塞罗那今天宣布，曼城三冠王的功臣京多安将会以自由人身份加盟巴萨，双方将签署一份2年合约。是的，京多安和曼城的合约这个月尾届满，不过他拒绝续约，选择加盟巴塞罗那，填补资深中锋布斯克茨离开后的空缺。32岁的京多安是在2016年由曼城主帅瓜迪奥拉从德甲豪门多特蒙德签下。7年来，他出场超过300次，贡献了60个进球。在刚刚结束的赛季中，京多安带领曼城复制了同城死敌曼联在1999年创下的三冠王的创举。